好，我们接下来要测试的第二款游戏呢是《现代战争二》。那这款游戏呢，为什么选择是二代呢？因为它有很多的挑战关卡，那非常适合作为这款键盘的测试。好，我们现在选择单人挑战关卡，都是选择最高级的老兵模度进行测试。Let's do this. 现在帕丘利也没人来救你的了。好，等下要准备到达桥面的第二层。那到第二层之后呢，敌人的攻势会变得异常猛烈，并伴随着一台直升机攻击我。终于把烦人的家伙给解决掉。
Mission accomplished. 好，凭借这款机械式键盘呢，又轻易的取得了胜利。那刚刚在测试的过程中呢，左右跑位定位非常的准确。